冲啊！热血球迷狂奔，为了抢买恰恰彭正明的实战球，有人排了整整一天，终于如愿。对啊，引退纪念球很有意义。我就是从小看他打球长大的，就是属于彭正明的。他的年代，恰恰彭正明2019年隐退，现在背号23也从中信兄弟球团正式退休。见面会特别安排23号球衣高挂的仪式，还有彭正明等比乐高，让球迷相当惊喜。我想背号隐退就是对球员无比荣耀，那也因为这些球迷让这个背号隐退更有价值。背号隐退代表对球星职涯的重视，也是一份荣耀。过去台湾巨炮陈金锋也有过这份殊荣，他在乐天桃园的52背号同样永久退休，而对上的10号则是奉献给球迷，有着球迷是最佳第十人的特殊意义。另外像是统一师则把1号让给所有球迷，象征战绩第一。一代球星彭正明告别23号球衣，成为队史第一人。未来中信兄弟再也无人可穿23号球衣，黄山军23号永久隐退。记者刘元斌、王世涵台中采访报道。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